讲一句话都会哭。其实我是帮黑龙取名字的人，但是黑龙也是帮我取名字的人。哇！对，导演，你看我们真的太帅了，对不对？过风。对啊，我虽然会不知道什么 call， 是若有事，我们这个 dress code 是什么？韩剧风。啊？那脚本上。是一个韩剧的那个吗？我觉得你的脚本不一样哎，你的脚本不一样，你是穿台湾的色带风，还是台湾 LV？ 台湾 LV 不是啦，这是 LV 的嘞。那你们今天穿的那么浮夸，然后去露营，你们到底想怎样？你刮脚、啊？因为我是露营。不要那么嗨啦，我们就先谢谢粉丝啦。对，谢谢哦，谢谢。阿导演，我们今天露营有什么特别的要做的吗？还是要做啊？你们等一下先去买帐篷，然后买推车，然后租车。帐篷会要买、欸？要买哦、喔欸。可是露营我们不是要买喝喝吃吃的？没有啦，对啊，只是要买吃的、喝的，这边都有。Okay. 既然今天都帮你们准备好了，只要煮饭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小任务。男生一对，女生一对，然后要各自煮出一道菜和一个甜点吗？可是我们女生只有两个、欸，对啊，还有导演呢，太不公平了！现在我一个就可以抵三个人，你一个你要决定人哦，你要决定我。我今天特别、日本请来一位特别嘉宾，日本，从日本来的，片山真真，要在黑龙旁边。对啦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私は片山真真的。可愛いですね。你说こんにちは真的很爽哎，我亲就有。Oh my god！ 爽的，很爽的，哇！原本就有日本人了哦，好厉害。没有，可是我要跟他们在一个店，我不要跟 Lucy。哎，加油！快点啦，快点！出发去卖场买东西，都要天黑了。加油！才刚天亮哎。没有，走开 ，Hello， 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以为你们下去了呢。还没。哦，哇，你那个多少？你要多少钱？五十。你这样子崩了，我好爽哎。没有。我不是可以买零食吗？我要买 Pico， 我们煮阿华田火锅。可以买 Poki。可以。然后晚上玩那个 Poki。哎呀，可以不用。哎呦哎呦，真的是水有水，哎呦！应该没有黄金可以有那么久吗？我知道，我们还有大概还有40分钟。哎，小心！这是导演的夏日特辑，阳光沙滩比基尼。人家正在捞心酸，是不是？踩猫砂的啦，这次去的是猫砂粉啦。这不是导演的夏日特辑。小姐你好，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一种的水果罐头？我们等一下做水果茶了，哦，都在这里哦。你是柏流吗？对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吃那个辣的那个面，好好吃啊。真的哦。我带你去吃好不好？对。太辣了。没有，等你下班了，我请客。拉面吗？可乐。完了。那这个水果是，就是一种一种而已的水果。为什么我们喜欢的都没有？我有那个 mix 的，你懂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卖水果不懂的直接。哎，有道理。厉害啊！对，重新做。难怪。哎，我朋友们聪明哎。对啊，我们会第一名哦。我想先去找点点，我时间有限。对啊，已经录了28分钟了。好累啊！真耍废啊！对啊，被发现了。这是什么大队接力啊？那边，快点，冲啊！好，我任务完成了，我要去找那两个人。
我在家呢，平常是不屑这种东西。我可是专业的料理人哎、欸，料理人，有没有看到？什么意思？特级厨师的背景？对他要晒蓝光才会看得到。饭客圈里开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来煮。想吃你的拿手菜。吓死！你刚以为我要说什么？对，我要吃。我们还没买那个 mustard。我为什么会有芥末啊？芥末会。我们出的就都很 special 咯。special。这个加比亚的男生都很 special， 因为都很会煮。真假的？女生都喜欢这样对吧？这样的男生呢、啊，会煮的男生呢、啊，一定加分呢、啊。有美女。哎、欸，芊芊哎、欸。对。因为是芊芊的，我们不是要免费拿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应该吧。我跟你们讲。这个现在已经就不是比赛了啦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已经赢了。啊？不是要交给我们吗？我到时候看嘛，看你们。哎呀，我是看过，我这些你要吃，你真的不要用手，你用手你会吃到你的手。对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你会觉得太好吃了，把手吃掉了。我问你，不会笑都有吗？泡面、欸，煮部队锅、啊，做爱妻便当、玉米浓汤饺、打泡猪、炒泡面啊。等一下，那我们到底要煮什么？这个。哎、欸，可以奶油做海鲜，可以。这什么啊？这个饼皮很好吃，还是我们主食用这个饼皮？我们用饼皮好了。加油！哎哎哎！哎，不能来这里耶！你们是租饮料还是租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能看啊！你笑开啊！你笑开啊！我们的初型是海鲜白酱炖饭，然后后来我们看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是创意料理的部分。这个是我的秘密。哎，怎么那么多黑人？哈哈哈哈哈！有啊。对啦，这个很喜欢，这个对男生好啊，真好吃哎、欸。但吃了之后会比较龙眼面会这个男生比较会比较嫩。对，你怎么知道比较健康？这个、我有吃研究过，你有研究过？我吃过。看、啊，导演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买那个肉？对啊。然后你来带我来这边干嘛？没有没有，这边都是面包啊。就是你们这有猪肉、鸡肉和鱼肉。完蛋了你！哎，你好，你们来，你看呢、啊？这个是肉花的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哎，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就是 idiot。An idiot sandwich. Idiot sandwich box. 哎哎哎，这边怎么有奇怪的人？你说了。No, he said I am an idiot sandwich. I am idiot. 等下 idiot 是骂人。No, 这是很漂亮的。I am idiot. I am an idiot sandwich. Good. And I like myself. 啊，不要抓我！在干嘛？我要龙虾。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抓。You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for yourself. 啊，对对对。不行！你跑到哪里了啦？对对。干嘛啦？我来，可以。要什么买？阻住！他帮我们的。这人那么大，怕什么？好，他刚刚都在吵架。我喜欢宠物。不选卡。这个人是怎么样？不行，还好吗？买的东西 expensive， it's too expensive， 平民百姓吃不起，因为一间一百就是盐，我们买6000多块。你们到底要买多少？还好，幸福日了是不是？我的老天哪！哎，好惨啊！我预算了，哎，这么惨哎！想好今天的比赛，还是你们都买自己要吃的？没有，我们很在意比赛。对。我们是卖两队的的肉。好，算了，等一下呢，煮输的话会有秘密的惩罚，这个先让你们知道一下。你们完蛋了，三个点。你们完蛋了，你们完蛋了。我们都拿东西都拿了嘛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哎，为什么你没东西？我有这个。我还帮你们先抱个毛巾耶。好，走吧。走了啦。好的。Thank you.
对呀、啊，太厉害了吧！有露营过的请举手。哎、欸，你们生火在干嘛？你们生火在干嘛、欸？我比较喜欢，那当然来给你了。你喜欢你翻。那有野外求生过的请举手。格树露营有吗？大家都有。有那边是女生睡的，然后男生睡的在后面。你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助理哦？这边很有一点远呢。怕晚上有谁偷偷跑过去啊？我们这里男生比女生多哎。男生有八个，然后女生只有5个。那不然谁切掉谁就过来睡。哇，想接到了，这个晚上接掉 OK 啊？你那么努力是想跟谁睡？搬回去。好啦，去看看自己的帐篷吧，里面很赞哎。那个是女生的，对，那个是女生。好，我们先去那边了啦。哎，你们很烦哎，都不知道脚本怎么。快脱离反缚！哎，有人进，冷静哦。天哪！我刚才先到那个床上面吧。哇，那么酷啊！哎，这是偷鞋子啊！跟谁？大兵来！哎，等一下，大兵来！大兵！小东，不行不行，他们要来了，我赶不及啊！你看下场就是那样。大兵，大兵，大兵！哈喽。可以试一下你们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像土匪？平常我在公司就是这样，公司就是这样拿衣服。那你现在讲出来啊！快点，晚餐几点吃？不要这么早吃晚餐，你扣家了。不是啊，有你在哎，我到11点还没吃晚餐。不用担心，好漂亮哦。现在两队 PK， 不知道为什么一队变成水电工，然后一队背对，我真的超会搞。没有，我们是舰长的主持人，对啊，对，你有话你就可以摘了。那为什么这三个女生要背对呢？1、2、3，我们是 Juicy Hot Bro， 哈哈哈，什么东西？好尴尬呢。对，1、2、3，我们是虚拟女导 ，Wakanda Forever。导演，你说我们要比赛哦，有了你也没办法接洋照，我要什么接？你该帮我拍照。我怕我会滑掉，这个剪刀很不给力耶。接不掉，也是要我来帮忙哦。没有，就是那超难切。你看呢？哎，为什么你可以？提在下面。什么都我先教他们。没有了，我们赢了嘿。这个是配菜，这是一个小小的菜。放在旁边。天龙，你看起来很专业。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瓦干达的男生都很厉害，很会煮菜？台湾的女生会煮吗？你不要说台湾的女生，你说周边的女生哦。台湾寻奇的女生会煮吗？不好说，等一下再决定吧。我们还好。伊娜这刀法是杀小。哎，这皮超难剪。用剪刀剪哎，新的。喂，弄坏了啦！没有人做加剪了，要整个放上面的啦。哎，你不爽，你不爽！我跟你讲，我在鲑鱼店打工过。啊、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弄鲑鱼的啦，要整个放。Holy shit！ 这个就是这样子、哦、然后那个、欸、那个是秘密，我们不能跟你讲啊、哦。哇，这个还会爆香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香哎、欸，这边好香哎、欸！你问的那个不是这边来的，是这边来的。走啦！真的，现在这边没有 Juicy Girl， 只有 Juicy Chicken。我希望你们两队都加油，一样的爱，好吗？一样的爱，一样加油。我们不要加油。加油！干杯！干杯！我们这是用爱做的酱。哎、欸、，Lucy 那边是用看做的结瓜。哎、欸，他本来就是要故意这样啊！日本人觉得太热了。日本人要昏倒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嘉宾会赢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哎，范叔，我真的很爱你们哦。没有来这边呢，没有你们，我真的不会在哦。导演，哎，你的毛巾可以借我擦手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的毛巾可以借我擦手吗？你要看吗？你要看。我们现在准备要爆虾头，让它多点鲜味。好爽！下面那个嘞。这个真的很厉害，现在闻了好香，都是虾的味道。那你就直接做干比亚食物啊。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！
这个就是会有那个加的牛乳的味道。龙哥，甜点已经好了吧？快了，哈哈哈。你弄虾在干嘛？我在弄水果。水果什么水果？我要用水果沙拉。他在做他们的甜点。哇，你这是优格加水果。哎，这个来试探敌情的。我加优格。这个就是一个沙拉。哦，哎，这个真的是跟甘比亚那种有够像的。我们那时候去吃也是那种感觉。我们是一秒到甘比亚。导演做导演椅，好，哎，那你们现在演个情侣，珍珍当小三好了 ，Lucy 当正宫，然后伊娜当老公，好，是你最爱的鲑鱼，你看你喜欢虾头，虾头也没我的头好啊，虾头可以补下面呢、啊，你不需要虾头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哇，好贵哦，但是你是不是还是不满足才会来找我嘛？亲爱的，我去哪 ？OK， 还在演哦，还在演吗？你怎么戏这么多了？还在演。红萝卜好吃吗？嘉明，你好像马、哦。红萝卜耶，这个很健康，这个对男生很好。你们每个都对男生很好。啊、没有没有，这个干番茄。到底想干嘛？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好？哎、欸，我边烤饼皮跟边跟我点点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闻到烧焦味？如果苏打饼干烧焦了就好笑了。对，有一。We were rock you, rock you. FBI, open up. 现在呢，我们煮好了哦。对啊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又放在盘子上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对哦，棒棒。尽量摸一下，都湿湿的。啊，已经变半透明，亮亮的，是啊，因为我们认真做的东西啊。好臭！先从这边开始好了，你们的菜名。水果沙拉，水果沙拉，对对 对，这个也是沙拉，这个是我们用那个 vegetables， 那个什么薯菜、高丽菜跟红萝卜，红萝卜，这个是 chicken mustard， 就是芥末鸡，对，芥末鸡。这有芥末吗？这个一点点，我们腌的时候有加芥末，我们还先腌过。这么快的时间，你们有先腌过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三个男生啊，水果水而已，很快啊。好，换你们呢？这是我们的粉红酱，梦幻泡泡。蔬菜酱，不要给我边讲边想。粉红泡泡蔬菜海鲜粉红泡泡酱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跑过饼皮，加上我们的粉红泡泡酱。这个甜点就是用爱做的点心，只只容你口，不容你手。难道是什么东西？不容你手就是我们有用猪打饼，然后夹住软软的棉花糖。就不会融化在你手上，听起来很涩。那我们来吃吃看谁跟谁的那比较好吃啊？好啊，吃我玩吗？来，我们是评审的，你们不站起来打菜吗？好好好好好，打菜，我们要好嘞，好嘞，来请。大家举手了啦，喜欢瓦干达的？没有嘞，没有嘞，喜欢我们的东西。史密斯达只有我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的东西都没有了。喜欢，那以为我们 Juicy Hot Girl 的，请举手。不是我们吃的、啊。刚刚都在我们这边。万炮取决了呢？我觉得你们的比较单纯啊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单纯的味道。哦。那因为那边我就觉得有点太杂了。然后那个虾酱有点偏苦。它那个跑票的嘞？对啊。那个饼皮明明就吃不完，为什么还跑？就是一哈哥。哎，可是你没有吃完。那它里面的那个吃完了，我们的蔬菜。
吃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很多东西，又有虾、海鲜，还有鱼，这个也很多东西。他们两个的是原因是他们两个都是只有黄芥末的调味，但他们的甜点的确是比他们好。没关系，恭喜。好啊，真的讲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吃。对吧？但我觉得，黑龙，我觉得多一个日本人有差。不是，这次是 Lucy 真的很厉害。Lucy 她真的改了，她以前炸薯条改了，是她自己。我改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都是他想的。跟我的快乐主播耶！我们这边应该换个主播，还是这样吃下去？没有，我喝醉了。你喝醉了。Kiss cam, kiss cam. Kiss cam, kiss cam. Ew, 很恶心的嘞。是 Lucy 吗？哎，这个那么大，有大蟑螂。大蟑螂，干好恶哦。没有，不要。导演买的，屁啦，是你抓的，所以你们会鲍鱼酸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对，我说超想吃龙虾了，然后你就装哥，我来。对，这个等一下要吃的时候，你们要尊重一点，慢慢吃，因为这个很贵。哈哈哈！谢谢茶的哥，开会了，谢谢茶的哥。刚刚说的是。好，我来跟你表演。那我现在呢，我要说一个很开心的东西，很重要的东西，然后来讲一个很痛苦的东西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开心的就是我们已经是那个50万订阅了哦，棒棒，对不对？对呢，对。然后呢，真正有加入我们的频道，欢迎啊，欢迎哦。对，好，那难过的部分呢，我要说的是，我们这个录影拍完就导演要毕业我们台湾时期了。哇，对。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要问导演，你要跟我们去说什么呢？好了，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蛮早就知道了，这也不是说现在才宣布这件事情。对啊，必须让粉丝知道。对啊，只是现在才说想说让粉丝知道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感伤完了，今天就想说开心一点。然后我的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卡里诺，然后本来想说会写文章写一辈子，就突然就被抓去跟 Lucy 拍片了，就是财务群体还没有成立，然后就只有三个人，就是以前的前主管，然后就说，我有一个很看的女生，然后那时候看她 IG， 她就带着一个鸡块的头，我想说，我真的要跟你拍片吗？然后我就有点害羞，然后没想到她比我还要更看，而且我家要做什么都会做，就发现很欲求欲求，就是像吃黑蒜，然后或者穿那个草莓装。Lucy 需要卫生纸哦。我有穿大奶装在河滨狂奔。对，那时候 Lucy 真的很看，而且衣服很脏，上面都有不明的白白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他们知道说是牙膏，是我的。牙膏。因为我会在床上刷牙，所以它都会掉下来。床上刷牙。反正那时候就跟 Lucy 也是拍得很快乐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很新的新手，然后就是第一次写企划，然后那个时候比较不像在工作，比较像在玩，因为也没有节日的压力。然后之后突然办公室就出现了一个很高的黑人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是你，害怕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他说对，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那个经纪人，他跟我说办公室有一个女生在找你哦，我说哪一个女生，他给我插了 line。我说好、啊，我就觉得很恐怖。那时候我很紧张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周网好不好，然后也不知道你好不好笑，因为你的脸如果没有笑的话，就是很 serious。我觉得对，对啊，现在就变了。然后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，写企划，然后就出个声音而已，就是说，你现在要干嘛，现在要干嘛。然后没想到你就突然叫我导演，我到底为什么你要叫我导演？因为你是导演呢、啊，我就不是啊，我只是企划而已。Okay. 然后我就突然就有一个角色就是导演，所以其实我是帮黑龙取名字的人，但黑龙也是帮我取名字的人。哇！然后呢，之后就越来越多黑人了。然后我就无限种，无限种，越来越多。嘉明、黑牛，然后还有一个黑熊，可是黑熊已经去竹科发达了。对然后那时候跟你们三个一起拍片的时候，我前一天晚上真的睡不着，我想说。
什么？六张离的捷运站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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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那个热照，真是热吵。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，可是后来发现你们三个好吵，都控制不住。就是台湾寻奇班那时候从一两万订阅，然后到现在就是五十几万，然后就觉得很意外。然后幕后团队也从就是刚刚那三个人，然后变成现在超级多人，对啊，一个很大的 family， 一个很大的队，现在终于有日本人，最原始的三人。最原始的三个人，现在一个要毕业，赶上，真的很幸运。然后还有一群观众很喜欢我们的东西，然后会一起看首播，然后会一起斗嘴，然后一直有人在问我的长相，还会有网友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给导演一点隐私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很感动。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寻奇的任务也差不多结束了，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就一直做到现在，毕业之后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也已经完成在这边的梦想，我想要去挑战别的事情，我想要讲更垃圾的话，开更快的车，然后拍再更大片的影片。所以我要在这边宣布，就是我在台湾寻奇毕业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你们有什么要跟导演 Lucy， 你真的需要了。现在讲一句话都会哭。真的、哦，你没差吧？啊，你本来就应该哭啊。怎么有跟导演讲吗？虽然我们很少会对到，對，但刚开始就是觉得你很好笑，就突然蹦出一些很奇怪的话，而且你想的企划都蛮好笑。你要重返那哥爬山，希望你不要看我。你爬山要拿出来讲。不是还 OK 吗？好，谢谢。露西，你要喝水吗？我私下再讲。私下。哎呦。啊，我的话呢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我台湾寻奇开始第二个影片是那个嘛，那个翻脸的嘛。翻脸。那个就有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个，然后我们拍的很好，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队友。对，一个 CP。对，就是一个很好的 match。Partner， 对，一个很好的 partner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听到他要毕业，我就那一天真的我真的有，都很难过。所以我那天有试试看能不能让他不要走。我有打电话。对，我们有讲一个多小时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原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天就跟他说要加油。我们台湾新竹这边也，我们也还在这里嘛，所以我们也会加油。对，所以我就要跟你说。你要做什么？要去哪里？都要加油，不要放心嘛，对不对？放弃了，对，放弃了，不要放弃了。然后要多想我们呢、啊。可以回来，可以回来。会。One punch。对对对对，觉得就是蛮感慨的，因为从一开始这样，从小小的团队这样慢慢做起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一路经营到现在五十几万订阅，我觉得真的办很辛苦，就是为了呈现更好。台群的粉丝跟观众看，我们以后可以很多烤肉这样子，很多烤肉。今天是导演的天呢，没有烤肉。那时候就是跟导演合作，我会觉得说大家这样配合起来，因为他想到这个企划，然后我们又帮他就加强啊，然后去完成这个企划，去让它更完善。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东西，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出产的东西，我一直觉得都很棒。对啊，就是刚刚好就这样子就弄上来了。很感谢大家，感谢。所以我就要跟你说，你是真的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。你以后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我觉得你真的都做得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我想练得跟你一样壮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真的也可以，你这样那个不行啊，一样壮不好看。所以我们还是祝福导演，就是他出去的路会更广。对对对，大家还是祝福他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干杯一下。Yeah. 对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，我们最后一次加油，导演哦。对，好，一二三，他们加油，加油，棒棒，哎，开始了。那我们就跟粉丝说，谢谢你们哦，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再见啦，下期宇宙，下期再见哦，对，下期宇宙，下次见了，再见哦。黑龙才艺表演，对啊，表演啊！DJ Ina drop the beat， 哇，你没有拍我，哇，而且穿的有料啊，有料啊！好可怕！哇！
谁啊？那眼神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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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睡觉，我给你们看大明跟黑鸟睡觉的样子。大明，你睡觉也是戴口罩？哇，那么好。嗯。你还在睡啊？对啊。你有梦吗？有。梦什么梦？梦到你。我。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哦，你有穿裤子哦。嗨干耶 ！OK OK。刚刚我们男生吃的觉得吃不饱，对。所以我呢，一起在弄诶，女生还 OK 了啦。Model， 今天又输了。我真的是赢了。哎，我的肚子今天就……哎呀，你看，变快来，你有变小了吗？有变小了吗？很大力哦，有轰诶。你是守门员哦？对啊，太可怕了！要拿剪了，100块。是我们进去，你也一起进去吗？没有，我是要拿剪。太危险了嘛！真哎，那我带干嘛了嘞？我要来开喽！还要开酒，没有开瓶器，然后一直都没开成功。我只要手持20分钟。哇，好恐怖！好像要开了，好要开了，要开了。所以这样是开了吗？啊！是你一杯。等一下，这个长腿拉酒嘴。小姐，这是82年的拉菲，要转一下。来，擦气儿。粉丝鞋了。好。那个是我的，你那个是这里的。来，你的手有 OK 吗？哎呦，好严重！哦，好严重，好黑哦。ASM 啊，八六五五，真的啊，music 来啊，啊，舞台在这。